首先就首先澄清，今天我们大家见面的缘分，就是因为我们国家出了一个邓小平先生。你们知道谁是邓小平吗？对，他不在这边。只有邓小平先生带来我们的改革开放，我们这个国家已经发展得很不错，所以我今天支持这个邓小平先生精神。 还有我的一个许多年来我们合作做事情的，我尊重的一个徐部长，没有他跟我们安排一个平台，我们今天在没有机会见面。徐部长，我根据我的机缘，他从20多岁开始，已经跟青少年来写文章，有机会你们看看徐部长的徐爷爷的文章。 对你们都有没有很大启发？我今天跟共青年们刚才，有些朋友他说，你们很感动，看这个电影，有没有人掉眼泪？有。有是什么呢？有是什么？篮球。我很开心，因为。 邓小平先生要改革开放，已经带给我们同胞经济上的成就，我们国家现在富强了。可是今天看到你们看这个电影，掉眼泪代表什么呢？代表你们的灵魂有彩虹，灵魂有彩虹吗？郭先生说，很多同学流下了眼泪，这说明什么？ 说明你的灵魂有彩虹，眼睛是我们灵魂之窗吧？眼睛是灵魂的窗户，窗户有泪水了，它会产生彩虹出来。因为有眼泪才会有彩虹，对。代表我们这个心灵的工作，不是光吃饭。 不是光有钱，心灵啊，不是光有钱，钱啊！哦，说明我们的心灵啊，不是光有钱、光吃饭，而是我们的心灵充满了爱心。只有心灵工作，就从我们中国学生们中出来呀、啊，就是从前过去的共产党员，他们因为有这个理想，有这个心灵的忠诚。 才把我们建起了新的中国出来，所以我今天看到你们大家在灵魂中看到你们的这个彩虹，我很高兴。我记得我们这个国家已经发展得更加完美，更加能够继承不朽的。啊，谢谢大家今天来到这边跟我们见面。 小朋友们，新年好！过两天就新年了，我先给大家拜年。大家今天很高兴，又看了电影，又在一起吃饭，然后呢，下午还要到少年儿童的阅读大实践去，看书买书，到那会非常高兴的，因为我到那个地方去玩过。 今天我们都是朋友，从香港过来，从北京的各个地方过来，因为香港很多人来了，郭先生带来的，还有郭先生的很多朋友也来了，都是关心大家，一起让大家高兴的。那么为什么大家有那么多人来不关心你们呢？因为你们是北京的主人，北京的小主人。 因为你们是中国的主人，中国的小主人。郭先生说了，你们心里边有感动，就说明中国有希望，就说明北京有希望。我希望你们做那个为新的北京，为新的中国。 建设得更好而努力的青年少年，将来的中国。
能够做比我们做的更多的好事的就是你们，谢谢你们。每个学校送15套《中国大百科》生产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国儿童百科全书》。